这从银行借的，银行让你们办公出来跑业务的时候，既然是试卷，就是重理论而轻实践。赢的可以优先选岗，输的服从理论。听，本轮比赛，王从云胜出。但是你作弊，这是病害了，怎么来了？又来了。六来，你就没有什么冲动跟黄秘书比拼？那用算盘呢？现在打得特别快，不过你的心算，这期间确实有点太神了。准备，开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王从云正确，魏若来的计算结果也同样正确。一周，你做了一周的结算，真是一个结果的差异太大。确实是魏若来赢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力争上游，别让我失望。